都冇水杯，我都冇帶水杯過嚟，但係佢就跟酒店送咗28支清涼水啦。咁所以就我平時都飲呢啲水嘅。好，早晨啊，歡迎嚟到2021年嘅最後一個朝頭早。冇錯啦，今日係12月31日。咁如果你記得嘅話咧，喺上年嘅同樣時間咧，我出咗一條片啦，就係講2020嘅回顧啦，同埋對於2021年嘅一啲願望咁啦。咁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嗰條片啦？如果你唔記得嘅話咧，可以而家去睇翻先嘅。咁就呢條片，我就會講下究竟上一年嘅願望，即係佢嘅願望有冇達成到啦，同埋又講下今年嘅嘢啊，同埋出年嘅願望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講下今年先啦。其實今年咧就過去一年，我覺得係比2020年係豐富嘅。咁原因就係因為前年即係2020年啦，就因為呢個疫情嘅關係咧，冇得出街啦，上堂全部轉曬 online 啦，而亦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可以做到啦，淨係去咗 Melbourne 一次啦，冇乜地方可以去玩啦，所以係比較悶嘅一年嚟嘅。咁今年咧就好好多啦，咁因為依家上堂啦，其實 lecture 就仲係 online 嘅，咁但係 tutorials 同埋 workshop 咧就終於可以去學校上堂啦。咁所以其實我一個禮拜都會有2至3日時間會翻到學校啦，可以見下同學啦咁樣。咁我覺得就呢樣嘢當然係好多啦，希望可以識新朋友又好，見下啲舊嘅朋友又好，係咪先？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就有啲學校嘅活動或者其他活動有參加到啦，又有得出下街啊咁樣。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，社交活動比較多啲嘅。而最最最最重要咧，今年咧係終於開始有得飛啦，所以咧叫做可以達成到我過去澳洲最想做嘅嘢。咁所以咧係非常之開心啦，亦都覺得係咯，整體嚟講係比較豐富啲啦，終於可以做到多啲嘢咁。咁至於我上一年許嘅願望有冇達成到呢？嗱，我而家就逐個逐個同大家講下啦。咁首先第一個願望係咩呢？咁第一個好簡單嘅，就係我想睇多啲戲啦。即係有機會嘅話，即係我有戲睇，我一定會睇多啲。但係咁究竟我今年有冇睇到多啲戲呢？我覺得多啲戲一定有睇到，我睇咗3至4套戲到啦。咁但係係咪好多啊？當然唔係啦。我本身預期可能是1-2個月看一套咁樣，但是3-4套即係3個月先看到一套。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在香港就看很多港產片嘅，咁但係嚟澳洲之後就當然冇港產片啦。同埋我覺得澳洲上嘅戲咧係冇香港咁多同埋咁豐富。當然你話荷里活大片嗰啲當然都會有啦，咁但係咧港產片冇啦，亦都有啲西片係都喺澳洲冇上嘅，同埋就。過去一年真的有好看的戲又不是很多，即我對不是話好多戲都有興趣。咁同埋我覺得在澳洲看戲有一個唔好處就是咧，佢冇字幕啊嘛。我其實上次應該有講過嘅，上條片冇字幕咧，咁其實看英文的戲嚟講就比較吃力一啲。之後睇完之後咧，有啲即整體嚟講我都會明嘅，但係細節位就唔係好明，咁所以就上年睇嘅戲唔係好多啦，3-4套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。咁我諗下年的戲應該會上得比較多啲，所以就可能。下年可以看得更加多的戲，咁呢個就第一個願望啦。我會覺得係都叫達成到一半嘅。咁我哋睇下第二個願望咯。咁第二個願望咧，我就係想去 Melbourne 睇 Australian Open。咁好啦，第二個願望去睇 Australian Open， 達唔達成到呢？咁當然就你睇我嘅片都知道我達成到啦。咁我就過咗去 Melbourne 嗰度睇咗一日裏面睇咗3場比賽啦。咁所以就十分之開心啦，第一次睇大滿貫啦，亦都睇到我。有啲中意嘅球星啦，就係做高域啦咁。除咗去職場睇之外咧，仲可以喺電視度睇到啦，因為電視係免費直播噶嘛。即係香港係睇唔到啦，但係澳洲嘅電視台可以免費直播，我都差唔多跟足曬咁滯啦，去到決賽咁樣都睇曬啦。所以就呢樣嘢好滿足嘅，達成到 very good。咁我睇下第三個願望咯。咁至於去到第三個願望咧，就叫做最最最最想可以實現到啦，就係翻到香港。嗨，大家好！你睇我而家喺边，真系非常之开心，真系冇谂过可以翻到去香港。你话上年嘅呢个时间，我梗系都谂紧，哇！疫情仲搞多一年，仲搞唔完咩？咁但系讲真，喺1个月之前咧，喺澳洲宣布哇开翻关之前咧，我都已经系打定晒输数啦，已经系planning 好啦。咁今个暑假喺澳洲有咩做啊？真系谂爆头都谂唔到啲咩特别嘢可以做。咁但係卒之就澳洲宣布咗開翻關，咁我就可以翻到嚟香港啦。咁所以就
係咯，非常之開心。咁我記得嗰陣時講係話希望七至八月嗰陣時可以翻去一次啦。咁但係而家七至八月翻唔到去啦，翻唔到嚟啦。咁但係而家去到年尾嘅時候，終於可以翻到嚟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願望都叫達成到啦，係咪先？最最最最想實現嘅願望，終於可以做到。咁呢個咧就係我上年嘅許嘅三個願望啦。咁總括而言咧，我覺得就2021年算係比較好嘅一年嚟噶啦。咁我頭先講啦，應該比較豐富啲啦。而我上年許嘅願望，今年都全部做到啦。亦都係啦，可以連我最想翻嚟香港呢樣嘢都做到啦。咁而今年我應該為下年許啲咩願望呢？好啦，2022年嘅第一個願望，咁我希望就係關於呢個 channel 啦。咁我想快可以 pick up 翻呢個 channel 啦。咁你要知道上一年就出咗好少片啦，即係十隻手指都數得曬。咁就同埋內容又唔係好豐富啦，都係 vlog 啦 ，vlog 又係過去 Melbourne 揾我 friend 啦，亦都可能係一啲關於日常嘅嘢啊。咁就比較內容上唔夠豐富啦。咁我希望咧新個系列可以盡量快啲上啦，咁啊可以令到我 channel 就可以多元素多啲啦，多元化多啲，咁就令到大家可以睇得比較有啲唔同嘅嘢啦。咁我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，新個系列真係要期待一下，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會中意嘅，而亦都有啲娛樂性啦，有啲觀賞性咁樣，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亦都希望我自己可以努力啲出翻多啲片，希望唔好咁忙。OK。好啦，咁嚟到第二個願望咧，咁我就希望可以去到多啲澳洲嘅唔同嘅地方啦。咁講真，過去嗰兩年咧，其實除咗 Melbourne 之外咧，我都冇去過其他地方啦。去過 Tasmania 一次啦，咁就叫做兩個地方啦。咁但係我希望可以把握埋剩翻一年嘅時間啦，把握呢個機會咧，就可以去多幾個，即係去咗兩三個咧，起碼兩三個唔同嘅地方。咁譬如就一啲心目中嘅咧，就可能係 Sydney 一定要去啦，可以去 Gold Coast 啦，可以去 Brisbane 啦。又或者是 Perth 都得啦，咁希望可以即係過得嚟澳洲讀書，咁梗係可以想去多幾個地方咧。因為講真，澳洲嘅機票即係內陸嘅機票就好平嘅，咁所以希望就可以把呢個機會啦，去睇多啲嘢啊 ，explore 下。咁因為講真就唔需要好似一個遊客咁嘅，即係唔需要話做好多嘢啊，行程好緊密啊，或者係睇好多嘢咁唔需要嘅，就係放鬆一下同埋去擴闊眼界咁樣咯。咁所以呢個就係、是。係啦，我第二個願望咧，都希望可以去到啲地方可以拍多啲片啦，呢、這個 YouTube channel 就會更加好啦，係咪更加好睇啦？咁就一舉兩得咯。咁所以就呢個係我第二個願望，可以去多啲澳洲唔同嘅地方。好啦，咁第三個亦都係最後嘅一個 wish 咧，即係都係我最想做到噶啦。因為通常最想做到或者最大嘅願望都係留翻最後先講噶嘛，係咪？咁就係我想揾到我第一個嘅乘客。嗱，如無意外嘅話，我下年頭半年咧就應該會完成咗我嘅 CPL 噶啦，咁之後我有個 license 啦，即係話可以自己租機啦，亦都可以載人上天空飛噶啦。咁所以我就好想揾到我第一個乘客啦，就唔知邊個啦。咁因為講明第一個，咁即係都係先到先得嘅 ，OK。咁但係除咗先到先得之外，即係除咗鬥快之外咧，其實都要睇少運氣，因為澳洲幾時開關俾所有人，即係如果你攞 Travel Visa 都可以過嚟澳洲嘅話咧。就唔知道下年得唔得啦，咁就睇下澳洲政府佢，即係都係睇下運氣啦。咁所以就係啦，除咗快之外，就睇運氣啦。咁講真，我就好鼓勵大家可以去嘗試體驗呢個經驗嘅，因為呢個真係一個好與別不同嘅一個體驗咯。我記得我第一次飛嘅時候 ，instructor take off 啦，個感覺真係非常之唔同。無論你搭咗一萬次或者一千次、一萬次飛機都好。都是很不同的感覺，看的都是非常不同的。對於我自己來說，有第一個乘客都是一個 achievement， 所以就對你來說有一個好的經驗，對我來說是 achievement， 所以就非常想找到第一個乘客。但我在想，其實第一個乘客又未必是只有一個人的，因為小型飛機就通常都可以坐兩至三個的乘客，所以就可能有兩三個人都做到第一個乘客都不出奇的。咁 anyway 啦，咁睇下邊個夠快，同埋睇下澳洲開唔開到關啦。咁好啦，咁呢三個咧就係2022年我嘅一啲願望啦。咁就希望2022年大家都會有一個開心啦、美滿嘅一年啦。如果你有啲咩願望、有咩目標嘅話咧，都希望你可以達成到啦。咁我哋下年見咯，拜拜。